接着我们来解全案的成就，我们用全案八龙来解，试试看。这对可以解一个成就，也就是全部都是暗属性的角色。全案八龙，这对血量好少。有点母汤欸，低端只能尽力消，就这个全开。全开八龙，你是指暗龙死以外全八龙吗？好像也不是不行欸，可是那样太油了啦。第二关直接消掉就好了，直接带走他。请问嬴政可以组什么队伍来用？等一下我来看一下，再一次的看一下他主动技能好了，我没有很认真的看，是 我已经忘记了。虽然说我分析过，好像我忘记了，我只记得是雷卡，好像是给那个水人队用的吧？太多水珠了，天哪！我记得他连击不会死。好，龙科，龙科哪有人这样的？龙科也太扯了吧！龙科更新了，但我会带着走吗？我不确定欸。哇，这天降有欸，还是带走了，好像没问题。先攻，可不可以用前夫人？明天再说，明天我们用比较特别的队伍打好了。好，第五关我们这边洗技能，跳起来就比较没问题了，太好了。反正这个反面他有点难消啊，他伤害出不来。八龙是有要跳没有啊？差一回合是怎样？太扯了。哇，天降也太多了吧！19 combo， 我以为那个开八龙就可以，可是八龙没有跳，实在让我有点尴尬。是不是最下面那个？欸，其实没差欸，开八龙就好了。啊，最下面会转掉，我每次每次每次都这样。这更新好像可以哦，把那光珠用掉，光珠消掉。这更新原来它会跟哦，哎，剩一颗光珠怎么办？把它炸掉好了，不然很尴尬哎。啊，结果变三颗，太多了，一颗还比较好，16000，怎么办？现在很尴尬。还是回得回来的、欸、，OK。我该爆掉几颗光珠啊？有很多颗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太尴尬了，我刚才有一颗光珠，没死，我赢了，这是我的胜利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这是怎样？这是废卡哎、欸，我们带一张废卡出来，
所以大家就知道不要带那张卡片，也可以解全案成就。其实应该不用开龙坑就会过了。我刚才被打到一个快高潮，就是我在发龙。但其实这样还是会过哎。好，就这样。带贝卡不如带睡魔，对，那是随便换一个暗属性。哎，带凯拉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。如果把那个倒数第二张换成凯拉也不错，那个回复力也可以很棒。好，所以其实巴龙解全案成就也很 OK， 速刷也很 OK。